回台湾了，好累哦。这几天心情没有特别好，所以刚好回台湾放个假，然后见见家人，然后哈哈，一定要再吃得上飞机啊！坐那么久，这是眼镜盒，可以折叠的，水平啊。Just for comfort。今天坐飞机的阅读是村上春树的。伸出你的爱心吗？什么爱心？套餐欧巴，这个爱心，拿出了他们的爱心。怎么点啊？这一场吃饭呢，在这一家叫做悲情城市。你的猪肉拌饭，他只能吃白饭，因为他胆固醇过高。我们的烤山猪肉好吃吗？好吃啦，比较贵的一餐，不过在景点区没办法。欢迎结账。排队人潮，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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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还蛮可爱的，你在讲。对。好。秘籍给我。嗨。嗨。好可惜。啊，真的太热了。两颗，哦，好烫哦，真的好烫哦。真的有点热，真的有。在排爆浆鸡腿卷。椒盐，我买干豆汁。好，喜欢喝糖的家伙，还没有糖尿病，所以可以喝。面吗？懂吗？啊，没有。挑战排骨。有点厉害，都不是用手机了。咬下去。是吗？尴尬。两台相机。是吗？哇，好棒啊！那 fake reaction 哦。可以，就是再夸张一点嘛，来再一次，更 juicy 一点。夸什么？ Stay take two， 快点 take two。不要不要啊！好 ，OK 啊 ，OK。我们的烤杏鲍菇有椒盐口味，还有海苔。